我家哦，行车记录器，这台有行车记录器耶。你说你搞到，你说你搞到。啊，主机也唔报出来。高雄一名小黄问讲载到这位女乘客疑似喝醉在车上大闹。啊，无你今仔落车就好啊嘛。我今仔落车。啊，你要登记车嘛。我今仔落车。不以为要坐。不以为啊。领导主机不要，破坏三号不要。要从南高雄到北高雄，但到底住哪？女乘客又扯一话题。该大所在唔知在底下飞。你啊？什么啊？什么？你讲啥？你报警，你敢报？你敢报？两个人在车上爆发口角，女乘客还怒飙脏话，司机快要动尾条。我要治你，要报警冲啊！我赶紧该坐到位啊！我哎，你讲啊，我不爱就说啊！你有付车钱，我就没报；没付车钱，我报警尔。我跟你讲啊，我没看这人算了。影片po网，网友怀疑，难道是没钱付车资？警方表示，虽然当事问讲没报警，但女乘客恐怕涉及诈欺罪，蓄意不支付车资，可能涉嫌刑法339条诈欺罪嫌。载客就是为了赚钱，遇到这款狼客，讲不出地址，如果又付不出钱，真的伤脑筋。记者高雄总报道。